是刚刚做完证书出来的，然后这些是昨天送过来的镶扣头，因为镶扣头的话，扣头是现成的，都是镶的比较快的。本来这一个银色扣头是在这上面，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扣头配置的有点大，我就让它换了一下，就让它帮我换了一下，很好看。还有这一个，这一个是一个逍遥国呀，布袋国，它这里是一个钱袋，那它的底色也是非常漂亮，然后这个扣头也是我选的，上面是满钻的。然后呢，这些的话，这些是做完证书出来的嘛，这些是不需要镶的，要镶的是这一件，这件是前几天刚抛出来的不久。这个总水光度都是非常好的。来，帮我这一个镶一个扣头吧，镶一个简单扣头，你帮我来挑一下，有没有好看一点的？没有没有，快！啊，有声音来了，我感觉他的笑容好治愈啊。笑容好，慈祥。什么好慈祥？很有福气的那个感觉。这个镶哪一个好一点啊？它这里大部分的都是对的，能不能帮我定做一个那种啊？可以呀、啊，定做一个豪华的也可以，这个、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这种它，但是它这个孔是在这边上，这样镶可以吗？这个会不会有点大了？哦，它可以，它要这样包一下才好看，就是把它这样，把它两边拉平衡嘛，因为它的孔打歪了，对对对对，你这样。对，我觉得要那么镶才好看。啊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样子，就这种感觉，没错。啊，就这个样子，然后绳子我到时候要配一个好的。嗯，那你这个先帮我这么镶吧。嗯，可以。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看，但这一个我觉得这种随行的绑绳子可能会好看一点。它是带一点那种淡蓝底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一个是我昨天去去袜子那里强行抢来的一个那个顶珠呀，因为这个当时嘛也是在他那里买的，也是一个悟道冰紫的，冰紫带飘花的。其实它如果是冰紫的话，它那个底色也没这么好看，刚好它种水非常好，高冰种的光感，其实它很厚，没有做任何调水的。然后它有兰花色嘛，种水太好了，就印出来有点那种蓝紫的那种光泽了，感觉好看，刚好配一个这个顶珠。这个绳子都是那种纯手工编制的，今天要给他发货了。这一个呢也是昨天晚上拿下来的，他这个昨天拿出来就是买下来就这个在上山淘的嘛，我们昨天不是都现场砍价淘的吗？你们很多人都在直播间有看到，这个我们是1000出头啊，你要这个金比一般的那种金要狠很多，他做两层的，看到没有，做两层的，而且这里都是有做工的，他加一个扣头加一抹蜡缕，1000出头，这种女士戴就好看。还有这一个也是有带底色，但它这里的话还有两抹那种绿色，看到没有，两抹那种绿色，那这个也是配好顶住的。我觉得这个形状的话随行的是真的是有点那种感觉的，而且它这个雕我觉得雕的可以，它整体抛的是那种磨砂工呀，小千价位，而且它种水很好，很胶感的那种，好看呀。这几件的话都是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，去市场上，其实我去市场上真的是跟货主斗智斗勇呀，不容易啊，现在天气又这么热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镶嵌出来再分享给你们。